这儿有个酒友寄来的快递啊，这是个我们拆开了，里面酒友写了一个字，飞天两瓶，郎酒九瓶，还有哦，在我们这儿买了四瓶郎酒，要一起发过去。现在给根哥看一下啊，这个郎酒这个防伪标啊，真的起不了防伪作用。反正可以揭掉是吧？可以揭的。它是易碎标不是吗？对，它这个容易揭掉的很，嗯，挺好揭的。郎酒鉴定顺序就是先看字体嘛。瓶码跟这个盖子是不是这个恢复过的？这盖子没动过。郎酒很多都是回收瓶造假。啊。全在回收造假，活都真的。看这个封口干不干净，是不是开过的？给这瓶封口烧两个东西啊。啊。烧两个字。哪个位置？就那个缺口是吧？嗯，缺口了。里面比较杂，你看到？嗯，看到。这边就。悬浮哈，有点悬，看到没有？干净。嗯。胶水啊，啥东西？这瓶郎酒值得怀疑啊，建议喝。郎酒最终决定要喝，值得怀疑。我帽子假的。啊？假的。一眼假。假的，帽子假的，瓶子假的。这瓶真的，没问题，毛这瓶真的，因为毛在一真一假。我这还没看出来哪儿假呢，刚刚这有机马这怎么盖住了？被这个，这酒还看不出哪里假啊？这么假？商标这是假的，这商标做的不错。来，商标做的精细度很高的，好多防伪点都有，但是这儿的脚这个地方，这个脚，啊，这个脚上面就不对了，啊，没有黑斑，帽子没切口，帽子切口不明显，嗯，帽子切口不明显，嗯，你不反光？哦。